七个都打不过一个，说怎么失手的？本来我们都快赢了，就不知道从哪冒出个女的来。女的？你们七个都打不过一个女的？那个女的用的是太极的招式，我们打不过她。太极招式？现在太极系哪还来的女高手？真的是。他怎么样？要不是因为那个女的，魏楚早就被我们打败了。 那就有趣了，提上来，提上来，提上来！我告诉你，不管他是谁，马上给我找出来，快去！ 老师，哎，嗯，话，麻烦你了。没事，不麻烦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老师再见。谢谢。喂，笑笑，你把魏楚别墅地址告诉我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甭管了，我找的有事儿。 好吧，别墅好像是在……不知道我家楚会不会喜欢我给他画的画。你放心，你为了画这幅画，一晚上都没睡，他眼圈都出来了。他肯定会喜欢的。嗯，希望他能够明白我对他的心意。哎，花花学妹，哎，你去哪儿？哦。 我去找魏楚师兄，你去找魏楚干什么？有点私事，你们知道他在哪吗？我家魏楚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行不行啊？我想随便给他这条路来着。你去拍拍他的丑照。 魏楚，魏楚，你在吗？ 年前你突然从学校消失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。其实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看看你过得还好不好，给你打一个招呼。 或许你都不记得我了吧？但是，我把你深深的记在我的脑海里。这一次你回来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走了这么久，魏楚别墅怎么还没到啊？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跟人动手，只会延缓你的身体恢复，甚至毁了你。有时候你不去找麻烦，麻烦也会主动找上门来。更何况，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。已经过去一年半了。
你还要找八旗门再做了断吗？并不是想再做了断，只是恩怨结得太深了，只要太极系还在，他们就不可能收手。身体是你自己的呀，作为你的主治医生，我只能给你点到这儿了。他还真在这儿。学长，我来找你是想说一下昨天的事儿。我说找你说昨天晚上事，你听听去。昨天晚上？啊。蒙面女侠，我们认识吗？说出去，我就打死你！我考虑一下。不许考虑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没得变。校长，今天会议上是不是该讨论一下关于太极系废系一事儿？如今的太极系也只剩下寥寥十二个人，少于十个人的系要废系。我看太极系也成不了气候，少于十个人也是迟早的事儿。既然迟早要被废系，不如早点废了算了，何必留着浪费资源？您说是吧？海洋，你是太极系的学生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当然不可以废除。他作为我们学院获奖最多的一个系，现在虽然落入低谷，但别人也不可以做文章。校长，我有个好提议。既然大家对太极系持有怀疑态度，那不如让太极系自己证明自己。如果到时候他们拿不出个好成绩来，那么白会长，废除太极系你就不能有任何意义。成绩我们自然拿。不过谭林，你也知道学校的规矩，你这样的提议太明显了。白副会长这倒是冤枉我了。你是太极系的顶梁柱，应该比我更加清楚太极系现在的处境吧？十二个人，太寒酸了吧？既然迟早也要被废系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放弃挣扎吧。白会长，你可以考虑道不成道系来。我作为队长，一定去双手赞成。好了好了，大家的意见，我今天也了解了。至于存废，不能草率决定，我们以后再议。大新闻了，宝贝儿，自己看。什么新闻啊？
天才吗？你干嘛去？我报仇。你找谁报仇？编辑社。别！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去编辑社来，他没人，没用。心虚了吗？哀家师姐吧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装的还挺像的。记得这张照片吧？哎，师姐，这个照片是没有的事情，你别误会了。没有的事儿。那你是说我冤枉你了？这照片可不是合成的，照片上拍得清清楚楚。你把学生会长壁咚在树上，现在却不承认。像你这样行为不检、表里不一的人，怎么做我们上香学院的淑女啊？就是啊，勾搭妹子。哎，你手机掉了。怎么这么多照片啊？你们看，这么多照片啊！真的，这些照片都是爱家拍的吧？太过分了，这也过分了吧？这事儿不会是进油纸的吧？我觉得像，很有可能是。哦。对不起。师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三部分外拍的丑闻了吗？这叫丑闻吗？这叫绯闻！现在全学校都知道他跟魏叔是一对了。魏叔是我一个人的，我的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现在就去把那条撤了。现在辣椒水用多了，真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，下回我得准备好眼药水。都走出这么远了，还哭什么？桥路过，那你刚刚看见了，你怎么不帮我？谣言止于智者，有必要解释吗？谣言，你说我蠢。你昨天说的事儿，我答应了。你会太极的事儿，嘘。谁会太极？我不会。我会替你保密的。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啊！你毕竟帮过我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。你还知道我帮过你啊？哎，算算算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跟你少扯两句比较好。再也别见了。像你这样行为不检、表里不一的人，怎么做我们上香学院的淑女啊？就是啊。
魏处长，你回来了。魏处都转到围棋系了，你们还叫他队长？可是当年队长是为了我们太极系才受的伤啊，而且他还带着我们太极系赢得过那么多荣誉。自从你走了以后，太极系就没落了，学员比武次次垫底，学员们心灰意冷，转学的转学，转系的转系。大家的委屈我都明白，我今天回来是来还东西的。一年半前休学时没有来得及把队长徽章还给大家，今天完璧归赵。人数如果再这样少下去，马上就要被撤系了。队长，别走！队长，别走！只要你回来，一定能带领大家重新振作，让太极系重新成为藏锋第一系的。对不起。队长，别走！队长，别走！别走！小小，你又放我鸽子！哎呀，我错了，哥哥，下次你想吃什么我请。行吧，一言为定，好吧？哎呀，突然下这么大的雨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是你啊，又见面了。我不想跟你见面的。说的好像谁想一样啊，这么大校园你非得走这儿。你可以走啊，没人拦你。你走，我你怎么不走啊？魏楚，你还在附近吧？全当机子来找人了。他们说要找一个什么一地级的神秘太极高手，以这种莫名其妙的借口来挑事，实在过分。魏楚，你能回来吗？这事都不关我的事。看什么呀？阿秋，阿秋，阿秋，阿秋。你还让我给你拿？记得还我。这都不敢露面，亏我还准备了这个，怕是你们太极系没有人敢接吧。战书一周以后，全道系将为太极系摆下擂台，输的一方将有五人转系到获胜一方。你明明知道太极系少于十人就会被废系，你是存心要毁掉太极系。战书在此，敢不敢接就看你们有没有武魂武胆了。嗯，战书，我们太极系接了。如果我们输了，
会有五人转到你们系，但如果我们赢了，你们向我们道歉就好。毕竟我们太极系可不是什么人都要的。有意思，一周以后见。老大，我回来了。神秘女人没出现，魏楚也没来。那他们应战了？应战了。还有，比赛当天我不想见到白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明白吗？这一次千万不要失手，后果自负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跟你说，出大事儿了！哎，你知不知道运董在哪儿啊？运董，这不重要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编辑社都炸了锅了。哎呀，你知道那个艾佳吧？那个艾佳就是上次那个编你和魏楚绯闻的那个，魏楚的绯闻，现在被逮着了，说他是杜撰的，然后现在他就被开除了。哎呀，我们编辑社都没开除过人呢，这就是第一遭。你怎么那么？你在干嘛呢？没干嘛，没干嘛，没什么意思。路人，哪个路人？随便一个路人。帅吗？不是。多高？一米多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要问我？你是不是刚刚没听我说话？我听了，我就知道你没听我说话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那个，报纸，编辑社。没有报纸，哪有报纸？哎呀，不听我说那个，哎，你煮饭了？我煮啥了？是你，那啥，你这个衣服贵不贵？在设计师里的限定款来说不算贵。哦，不贵就好。我不小心给你烫出了个洞，不大，你自己补一补哈。我给你赔100元好了。啥眼神啊？行吧行吧行吧，最多200，好吧，不能再多了。扣子都不止200，衣服拿来。这笔账先记着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今天下午听说那个全道系要切磋，寻找那个太极女高手，这事因我而起，用不用帮忙？我会处理好。书圣狂草堪称一绝，我们这礼拜跟大家上了张大千的破产，还有普卢的鬼怪。那我们今天
看魏纯的反应，那件被我烫坏的衣服看起来是个天价，还不知道哪一件可以还得起他呢。好了 ，case dismiss。收东西啊！吃饭了，排队呢。嗨，我不吃了。为什么？又不吃？你这一周吃过东西吗？我没有胃口。好吧，那我自己去了。我哦，下午陈道系切磋太极戏，别忘了。好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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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穷啊！刷我的吧。我等会儿转给你，学长。没关系，不用还。白副会长，哦，一个人呢？马上就要比赛了，你们太极系打算输个几比几啊？只要有我在，绝对不可能得逞。哎呦呦，怒了！哎，魏楚废了，你以为你自己能扛起整个太极系？好好吃饭吧，毕竟这是你最后一次作为太极系学员比赛了。走，走喽。现在还没来，打他电话也不接，真是急死人了。事情准备得怎么样？一切顺利。上。哎，杨怎么不在？他是太极系的顶梁柱，他不在，太极系不就输定了吗？
不能再等白师兄了，还是我先上手。等一下。